好，大家好。刚刚大家都有自我介绍完，没有自我介绍。我是阿峰，许文峰，我是一个独立制片工作者。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台湾农村政协的成员，然后也是泽武的志工。然后我跟大埔这一边等于说是土地征收议题，是等于说从中科四期的相思寮那一边，那时候我们关注相思寮，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接触到大埔事件，然后就一路就是都在关注这样子。然后今天办这个活动是因为上个礼拜五，然后就嘉乐大哥跟我讲说，那个是不是应该要来办一个周年的一个活动？然后本来一开始是想说就单纯放个影片，可是觉得就好像还是不够这样子。然后我想大埔718事件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属于这个政府这个暴政，然后拆了强拆张药房，然后欠张家的一个公道一个正义，他应该要还给，就这个政府应该还给张家一个公道。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属于这个政府这个暴政这个体制，对，欠我们台湾社会的一个正义，对，会有这两个面向。所以今天我们待会进行的一个方式会，待会我先放一段，就是说短短的超过20分钟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是由那个由贵妇诺拉所拍摄的，叫拿波产的女人，然后她就记录就是说短短20分钟，然后记录就是秀纯姐，然后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在这个影片之后，我会再放一小段，就是那个苗栗县政府那时候刘正宏在议会受质询的时候，的一个短短的一个画面。然后放这个东西是因为想让在座的有一些人没有看过了，了解一下，就是一个地方政治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府会的一个在议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在那之后，我会先请就小巴林乐心，对，先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在座有一些人对大埔事件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埔事件的一个背景，然后再针对就是他在那时候718前后，然后就陪伴秀芬姐的那个部分，然后做一些介绍。然后接下来我会请阿贵律师介绍一下，就是针对大埔事件现在的一个整个法律诉讼的一个状态。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我们希望有一些什么诉求，然后因为今天很难得，就是徐老师也有过来，对，然后会把等于说我们的整个土地征收条例，我们土地征收制度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部分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对就留给徐老师这样，然后在这个部分结束之后我最希望的是还可以有点时间，然后大家有问题的或者说有想聊的那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对于。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埔718事件可以转化为它其实是近年来的一个人权破坏的一个事件，然后可以转化为是我们台湾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事件，然后每年我们来检视就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征收的一个状况的一个现况的一个改革的一个进度怎么样，我们可以每年来监督这个政府在这个部分做了哪些事情，对，所以今天进行的一个方式操作是这样子，我现在就先来放一下影片。黄秀春经常以拿锅铲的女人来形容自己。当年拿锅铲啊，就是除了煮饭，就是整家里啊，就这样子而已。普通家庭主妇而已，就这样子啊。人家家庭主妇会去买菜，去取摩托车，我也不会啊。都觉得说政府太欺负我老百姓了。挑一个最弱势的下手。7月18号上午，苗栗县府趁着大埔四顾北上陈情的天赐良机，突围强拆。
天早上七点多出门的时候，将铁门拉下锁好。晚上回到家，看到家园变成一片乱瓦碎砖。当我身无分文走出来的时候，我头脑是空空的，我现在该怎么办？现在我也没有想到说，当时是脑袋什么都想不到的事情，到了第二天才回过头来说，我的东西在哪里？我必须要换衣服，我的衣服在哪里？全部在瓦楞堆中，而且你瓦楞堆中全都是你跟我弄走的时候是。比如说路走你推到大太阳应该是干干的，为什么你要把臭水或者是把我再跟我侮辱我一次？这是你政府所做的。一方有难八方来援，我怕八月艳阳与飞扬的尘土，来自各地的志工支援张家找回瓦砾堆里的家当与回忆。Stop.
是削削水果的。这个是那个装米的，我的米都装在这边。进来呀，这个是，你看，拔都拔不出，这个是去年才买的。古牌的那个保护那个什么保护膜，是吧？拔不起，就是烤盘的。你说这是，就是电子琴，就是快板，就是快板。所以这楼上这个大概是哪一类的东西？书籍。书籍哈。就书籍，我们小孩子的。这是你什么时候做的？就是以前刚学的时候，这个也全新的，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也没有问题。我的针线包也没有，就是针线包。装针线里面，你看这里面，那装针线一格一格。抗战了三年多，一家人辛苦挣得的家产还是保不住，未来张家人应该如何走下去？房子被拆以后，张家人移居大儿子张元豪福资院一所的贷款购买的公寓里。我觉得就是晚上睡觉少做。就算了，第二天你还是要忙，要想办法，要走出去，不然不走出去，你在这边，我是觉得对我们人生没有帮助，我必须走出去。就是这个年头，你不是前两个月七月十八拆了我的房子以后，在这段期间，这两个月时间，我在想我的第二个可以给我。给我生存生活的，我可以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暂停啊，或者发生我的脑区去对我的第二个事业，就这样子维持这个家庭，然后要找到稳定的话，把这个家稳定的话，我就觉得说，我们还是要关心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们。多一点。
这样做而已。孤独的，然后它有一股甜甜的味道，回甘，然后就是的，那个肚子也是。生机的时候，噩耗传来。
对张家人来说，生存的抗争才正要开始。除了伤痛的疗养之外，后续还有家产回转的求偿、另谋生计的工作要进行。重建之路漫长而艰辛。不过，从大埔征收案这个事件当中，社会大众又感受到什么样的社会正义？哦，这边计算数量的都是我们是有记录，那我们记录没有确认，我别人就这边就让你上场。对不对？不要这边了。我就讲了，这个像我讲。
那我是用哪？他大概给你讲的，那个也是工业的，也是啊，也是这个这个确定。苗栗县议会哈六，好，我们可以开灯。刚才那一段我们最主要就看那一段那个质询的部分就可以了哈。其实从刚才那一段质询，其实里面有几个资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刘振荣说，那卸任的时候可以降到251亿，然后甚至是那个他接任的时候238亿。然后那时候在质询的时候，他苗栗县的负债是400多亿，是400多亿。然后现在最近大家有看那个新闻媒体，应该就知道现在负债是多少。就是说我们在谈论啊，就是土地征收这个议题的时候，就啊，已经这过去这十几年以来，很多土地征收已经变成不是它一个必要性啊，具备必要性的公共性。而是在解决地方的一个财政问题，也就是透过土地征收，透过区段征收，然后再做土地炒作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然后整个大埔案从头到尾啊，包括一开始的朱阿嬷，还有后来就七一八之后就张耀煌的张生武大哥，等于说光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们在这种进行土地炒作，就最起码就害死了两条人命，这不是暴政杀人，这是什么？所以这个制度上有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这部分我们待会会请徐老师来讲，我先把接下来的时间先交给小八，林乐欣，然后我先请他，对，就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大埔整个大埔征收案的一个背景。然后也分享一下，就是他在七一八前后陪伴啊，就是秀春姐，的这个过程，他自己的一些观察跟心得。哦，好啊，要不然徐老师、詹律师，我们先来前面，好吧？我是刚刚那个坐在最前面，但是麦克风就跳过我没有自我介绍的人。我的名字叫林乐欣，那大家都叫我小八。那我前几年在台湾农村政线工作，是研究员。那在七八前后，那刚刚阿峰也有帮我介绍说，就是那时候我在大埔常常跟我们农政的伙伴一起轮班这样子。那我现在我是回到我家在台北阳明山那边，我阿公以前有留一小块地，那时候我现在其实是在学农的阶段，然后我早上挖竹笋啊，中午就跑来台中这样子，还跟很多老朋友见面。那很快时间真的很快，大埔事件这样子已经两年了，那这两年多来其实也是有蛮多机会，然后不管是音乐会啊或者是回顾会，那其实很多时候面对这种场合，我其实不太敢去，像去年的那个大埔的那个音乐会啊，其实我也不敢去。那今年是可能是我正在田里面做事，有点太热了，快中暑，边缘接到淑慧给我来电话说要不要来讲大埔事件，我竟然就答应了。那答应了到了今天，其实我是都还是有点去害怕，去回想或者说是面对当时的那些状况。那或许我们就先从整个大埔事件的源头先来聊一聊。那在这个大埔竹南镇的最北边，最靠近那个新竹的那个地方，有一块小小的科学园区，这个是竹科它扩建，然后扩建到这个苗栗，叫做竹南科学园区。那大家刚刚在影片里面有看到，就是说，苗栗县政府它其实欠债欠非常多，那个预算的赤字其实非常高。那所以县政府就绞尽了脑汁想要去生财。那他们生财的方式呢，我们叫做
杀鸡取卵吧，或者是饮鸩止渴。他的财务上有问题怎么办？那就去从这个农地上来想办法，把这个农地变成工厂或者是住宅建地。那一次他这个价钱就可以翻很高。所以刚刚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林正宏说那块地最少可以有20亿，那后来议员在质询的时候，他就说150亿。他说要等他起来的时候，那个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是炒地皮，就是炒地皮。那个如果说这种像大埔这种，他以这种科学园区能真的能给地方带来所谓的技术的升级、就业的机会，然后地方税收的这个成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那还可以去辩论。但是我们其实这几年看下来，这个谎言我们是越看越清楚，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所谓的地方发展、就业机会，全部都是假的。那以前县政府一直在就是重伤这些大埔自救会啊，然后包括像修春杰他们家说他们阻碍地方发展，那他们说这个计划可以带来6000个就业机会，但是这几年过去的，就是除了那个地皮一炒、两炒、三炒、再炒之外，我们完全没有看到那个，就是真正的那个实际的实体的实业经济那个部分完全是空的，那反而是其实它背后就是县政府利用这种炒地皮的方式来做一个杀鸡取卵的这个行为。那事实上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不只是苗栗大埔，那也许等一下徐老师跟詹律师他们会介绍，包括像现在新竹、新北好多好多地方，其实地方的这个财政赤字不单单只是所谓的昌宏大战，或者只是苗栗县政府的问题，其实现在各个地方县市政府普遍都面临到这样的状况，钱乱花。那钱乱花没有钱怎么办？就是从人民的土地里面去榨出最多的那个油水出来，但是那个背后的这个代价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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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痛的。那如果把时间倒推回两年前的今天的话，那我一直都不太敢去回想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刚好在现场上看到很多这两年以来认识的很多朋友，像刚刚这个嘉瑞大哥，我比较早来，我一来的时候人还不多，我们在排位置，然后他就跟别人介绍我，嘉瑞大哥说我们两个曾经在一起，我就跟他纠正说我们不是在一起，我们是紧紧的抱在一起，对，短暂的紧紧的抱在一起。那718两年前的这个718，那事实上大概是从7月初，那大埔司户有接收6月的时候有接收到那个强拆的通知的时候，其实每天都是风声鹤唳。那7月初的最前几天，我们曾经到行政院去静坐了几天，但是过去曾经答应大埔自救会说，这些自救会成员的家跟田都可以原地保留，这个行政院他背信忘我，那我们在那边静坐，他也没有给我们回应，那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到大埔来继续守护那修春姐他们的这个家园。那在那个两个礼拜，事实上每天大概都有风声，都有消息说啊，后天要来拆了啊，明天要来拆了啊，哪一天真的要动了，那就是这种流言这样传来传去。那强拆的这个前一天呢，我们当然也是有听到就是各式各样的流言，那心里非常担心，也非常害怕。那我还记得就是刚刚说他在那个苗栗附近工作的那个大哥，我还记得你，对，前一天还来跟我们吃西瓜，对，他那时候就是在，你是在园区工作吗？对对对，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在科学园区工作，然后每次都会骑摩托车嘛，戴着全罩的安全帽，然后就会来，他下班就会来跟我们吃西瓜聊天这样子。那所以，那其实就是一个虽然是很风声鹤唳，但是好像每天日子都是这样子过，大家晚上就会吃西瓜，互相聊天。那强拆的前一天，那其实那天我们就是也就是隔天，就是718那天，我们是有安排秀春姐到台北去有一些记者会的这个活动。那其实很多，包括很好的朋友，私底下都会问我说：“都已经要强拆了，你们怎么会去台北有一个记者会？怎么没有让秀春姐留在大埔，留在她的家里这样子？”那当然，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当时的消息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其实完全都不知道。那个几个礼
礼拜以来也是就是这样留言传来传去。那另外一个，其实我想我们当时会这样做决定，是也有一部分是在跟这个地方的这种政治生态有关。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大家如果有印象，就是那个大埔被拆掉，那他们前面他们家的正前方的那个墙壁，就是挂了一个大概有10公尺、大概2-3公尺高的那个帆布，写“守护大埔，守护家园”。那块帆布其实是大概是2012年的中秋节。那中秋节的时候，其实中秋节传统上我们是一个月圆人团圆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节日嘛。那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为了希望也是给大埔加油打气，所以我们就画了一个10公尺的帆布给挂在那个秀春姐他们家的这个门口，那也非常的鲜艳。那结果到了2013年的时候，因为来了一个台风，那帆布被吹掉了，所以我们就重画了一幅也是10公尺一样高的这个帆布，那我们要重新把那个布给挂上去。那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帆布的厂商就是，应该是说联络那个吊车的厂商，因为那个布大概有3-4公尺，三四层楼高，所以要把它吊上去需要吊车。我打遍了所有苗栗的吊车厂商，没有人敢来。只要听说是大埔，就没有人敢。或者是你们刚刚有在影片里面看到我们最后那个瓦砾，我们去捡那个瓦砾，那个事实上我们已经先用人力去捡过一回，那因为有很多是大的石头砖头，我们人力敲不开，所以我们后来有请那个山猫会开小山猫的那个大哥来帮我们把那个瓦砾一层一层的翻出来，然后我们再去捡石。连那个小山开那个小山猫的大哥，我当时也是苗栗联络了一圈。没有人敢来帮忙。那个开小山猫的大哥也是新竹来的，所以我举这两个例子，大家大概可以想象说，当时这个苗栗的状态是有多么封闭，大家是多么对一听到这个大埔就是闻风色变。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虽然说知道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拆，那有听到各式各样的留言，但是我们一直心理上都还是想说，也许我们还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尽量去台北抗争，因为苗栗真的是一点点机会都没有，连来一个吊车的厂商、小山猫的厂商都不敢来，更何况是我们在地方上要有任何的抗议的行动。那所以2年前的7·18，我其实是安排秀春节到台北，那天马英九他在南港有活动，那我没有打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还安排了秀春节到南港，然后。所以这个是当时我们，当然其实也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我自己每次回想起来这个决定，就是说到底要让秀春姐当时那天到底要留在大埔比较好，还是说去台北比较有机会，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做了一个让秀春姐到台北的这个决定。那秋春姐一大早大概6点多出发，那我们大概7点的时候知道确定，就是他家要被拆。九点。对。我大概七点多知道。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忙乱，我那一瞬间就是说，秋春姐大概6点出发嘛，然后我7点知道，那一瞬间大概有3秒钟的时间，我可以决定。是不是要叫秀春姐赶快回来？但是那个时候好像电话好多，好多记者打来，然后包括另外大埔事故的柯大哥也就打电话来说，他那边没有人，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过去？突然好像那三秒有一点，你就闪神了，接着电话或者是别人跟你讲一句什么话就闪神掉了，就没有打给秀春姐。但是我其实也一直有跟我们就是台湾农村政见其他的伙伴一直保持联络啊，他们其实也都跟秀春姐在一起。那整个过程、整个决定，其实讯息是畅通的，只是我自己好像就这几年以来，我一直觉得我好像错失了那3秒的时间，亲自打一个电话问秀春姐说你要不要回来。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每次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其实回来也许
就是事情也不会改变。那这在台北有台北的媒体、台北的空间，也让凸显了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是十分十分荒谬。那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强拍的事情，那包括以前，比如说像乐圣啊、王家，其实都遇过这种强拍的事情。那以前遇到强拍就是直球对决嘛，我们尽量能够动员我们能够动员到的所有的好朋友、所有支持议题的人。那 你真的要拆，我们就一个一个把我们抬走嘛，那就是房子里面的东西收一收，房子被你拆掉，我没有话说。可是真的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一个政府会这么卑劣？那他就算要拆房子，那他真的就是做做样子，他把那个秀秀姐他们家一楼的做生意的东西，就是稍微收一收，然后锁进你们刚刚影片最后看到的那个仓库里面。那他楼上的那个东西，事实上是他们所有生活的这个家当，那他是一样都没收，就直接怪兽就直接全部都砍掉了。那砍掉之后，那就是大卡车就是丢到旁边的那个废弃的这个荒地里面，那就在烈日下面，就是他也不管理，所以那有别的厂商会把污水倒过来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他们家的东西，就像大家刚刚在影片上面看到的，就是它全部都是扭曲变形，那个锅碗瓢盆啊，全部都是。有朋友看到了就觉得怎么那么荒谬，比那个什么，好像有一个艺术家就是专门画那种扭曲的时钟。对，大家就觉得这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那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个影片啊，是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志工的大姐，她叫贵妇诺拉。那所以她大概就是从，她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长期的在陪伴秀春姐。那房子被拆之后，那我们就发起了一个叫瓦砾工作坊，就是我们就协助秀春姐家里跟她大儿子一起来整理他们家的那些家当。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整理，那甚至还有人类学家，就是考古那个考古学的教授来教我们，就是说你们先把那个瓦砾区先打格子，然后我们就真的就是竖那个竹竿，然后开始画格子，然后就一格一格的剪，一格一格的，就是慢慢把他们家的这个东西慢慢的整理出来，然后也变成一个，后来也整理出一个补偿的清册，然后让詹律师可以继续协助秀春姐他们家来做这个后续的这个法律的诉讼跟补偿的这个工作。那其实我今天是第三次看这个影片，那第二次看这个影片是一年前，那我是跟秀春姐一起看的，那时候是品科大有一个老师，那你是找秀春姐过去演讲，然后秀春姐她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她请我陪她去。那好，我就好，那我陪你去。那秀春姐知道要放这部片，然后放完这部片之后，一样会有个鱼台。那秀春姐原本在一路上火车都跟我说：“小胖不要看，小胖不要看，等一下你们看就好了。等一下影片放完啊，座谈的时候我再去就好了。”她就说：“不要看，我不要看。”其实她就是一个，就像她自己说的，她就是一个拿国产的人，那从来都不知道抗争是什么，但是就走上抗争这条路。但是实际上，我们到了那个学校，到了那个教室，跟老师聊一聊之后，我自己也吓一跳，因为他突然又变得很勇敢。他说：“小胖，我跟你讲，我可以看，你觉得我可以看？”那反而是我跟老师还很担心，说：“你说说姐没有关系，你不要勉强我，等一下你看一看，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的话，你可以先出去。”但是很出乎我意料的是，秀春姐自己就从头到尾把这部片看完了。那当然就是心情上也会很激动，也会流泪，但是我真的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看到了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本来只是很习惯厨房里面这种事的一个家庭主妇，她就走出来，走到这个公共领域，而且变得非常非常的坚强跟勇敢。那所以其实我也是觉得，从大埔事件以来，718被强拆，818我们在台北，我们去内政部占领了两天一夜的活动。其实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跟秀春姐一样，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练习站出来，我们学习变得勇敢。那我们觉得我们过去我们不敢跟政府大声讲话，不敢跟政府argue，不敢跟主流的民意辩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越来越敢于行动，敢于发声。八一八之后，在隔年我们看到三一八，那事实上
我看到了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变得非常勇敢，就甚至到后来的这个反核的行动，那甚至到今年这一整年来，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现在连高中生都自己的课纲自己就，那所以其实回想起来，这两年就是我们跟着大埔这样子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对我，或者是也许是对现场的很多朋友，真的是转变很大。那也许我们不一定在苗，我们不一定生活在苗栗，那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遇到土地征收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觉得在生活上的层层面面，也许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类似相似的这种状况。那我觉得其实大埔事件或者是秀春件，它一直都是我心里的一个榜样，不是它原本就很勇敢，而是它在这个一个集体抗争的过程中愿意走出来，愿意变得勇敢。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埔事件带给我最深的感触。那关于这个大埔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法律跟诉求，还有土地征收的一些相关的制度面，我想就留给徐老师跟詹律师来给我们做介绍。好，谢谢小八。其实不止小八，其实我们很多就是陪着大埔，然后就一起走过七一八，对的，一路走过来的一些。其实我们很多很多人，其实在这一两年都有意无意的想，有点在回避吧，回避面对。其实包括前几天我爸，其实七一八那一天早上我其实是在总统府那一边，秋春姐昏倒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旁边。对，然后其实我本来前两天我想剪一个片段出来，我没办法，重新看那个影片，没办法。然后包括文景，包括文景在我的那个留言底下说没办法去回想那一天。那我觉得不管是秀春姐，然后张家，或是我们这一些一路陪伴走过来的，或者说我们台湾的公民社会，其实我们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必须把这件事情转化为一个更积极、更正面的一个力量跟能量。然后来监督推动我们的整个我们政府在土地征收这一方面的相关的一些改革。对，那接下来我想把时间跟因为时间宝贵，我赶快把时间交给詹律师。那大家好哈，其实如刚刚小八跟阿峰讲的，其实两年前的七一八，我也是一样是在台大。哦，那大家其实面对那样子的场景，其实是真的都说，我也不堪回首。但是，因为我还同时还处理了这些诉讼，所以其实我必须要时时刻刻的要去面对，时时刻要去提醒那些画面。其实那些画面可以让我一个，就是说产生一种动力，或者说产生一种怒气，让。把这些怒气呢，从诉讼上呢想办法去把它争取回来。那如刚刚徐老师所讲的，其实来之前，那个就是说就是先路过了那个大埔，那个是徐老师提议。那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但就是说后来我们有这样也有去那个去找秀春姐。那秀春姐其实在里面的时候，当然她就有端的，等一下应该有那个宪宗会拿出来发，就是有要分享大两大盒的那个豆腐脑哦，带过来要分享给大家。那她看着那个大豆腐脑的时候呢，其实她忍不住眼泪就掉下来哦。她讲说，其实，在张生文大哥过世前的几天，她说之前呢，张大哥呢都只是吃三餐正常吃完饭了，他几乎都不吃其他的东西。可是刚好在他过世之前，或许他觉得他是不是已经有意识到了，所以呢他就突然间跟秀珍姐就讲说啊，你去把你那个豆腐脑弄一个让我尝一尝哦，他出去看，他觉得很好吃。可是秀珍那心里就觉得当下他就说觉得不对，以前他都不会想要吃这个事，为什么今天突然间想要尝他的豆腐脑？这是今天下午哦的那一段对话。那刚刚小八有提到说，那个就是他们后来成了这个瓦砾工作坊。其实那段时间，我想会非常的多人非常的辛苦。那一路上，
大概诉讼的那个进行啊，我大概简单的就分三个诉讼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第一个当然就是有关那个区段征收的那个案子。那因为当然不是因为苗栗呢的那个管辖分配的关系哦，它是要被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起诉。那台中高等法院里面的法官普遍相对于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它是比较保守的哦。那是因为那是地域分配的关系，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哦。因为如果像我们说，像我打很多那种环境环评的案件，如果是环保署做的环评审查结论。因为环保署是在台北，所以他会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处理。那苗栗的这个案子，因为它是特别规定，是因为征收是针对土地，土地呢，新竹以新竹为界，新竹算是在台北，那苗栗就会被算在台中，所以他只能在台中起诉。那第一次的那个起诉之后，但就是如刚讲的，中高型的法官比较保守，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征收没有违法，所以当然就没有什么返还土地的问题。那我们当然就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那最高行政当然就认同了我们的上诉的理由，其实跟我们约跟本来在中高行主张其实都一模一样，哦，就认为说这个征收不管从程序上，从实体上，哦，就那个阿峰刚才有讲的，根本没有什么公益性必要性的问题，这是实体面的那个问题，都根本这个整个征收程序都有非常的欠缺，都是违法，哦，那所以中高行就发回，那他在里面也交代得很清楚，有这些问题，所以就让。发回到中高行的时候，中高行因为他必须要受到最高行政法院发回的这些理由的约束，他不可以再做相反，因为那是他的上级，所以他很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做出了说啊这个征收违法，所以把征收撤销。但是呢，最高行政还没有交代到，那征收撤销之后，按照土地征收条例52条的规定，当然就要那个所有权就应该理所当然就要回复回那个。张耀法正在那时候是张世伟大哥的名下，应该就是要这样子。可是呢，他又特别判说啊，这个土地呢，因为已经就是说等一大部事务来讲都不能返还了。他说以张那个张耀法为例，就说啊，那个上面已经铺了柏油，画了斑马线，所以已经变成道路不能返还。哦，那其实这是完全就是一样是刻意的在曲解、扭曲或者无视这个土地征收条例的规定。那所以我们在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之后呢？今年初，最高行政法院再次的发回，那里面的理由有一段就特别举张耀房的这个例子，他来讲说，即便铺上了柏油，甚至有了那个画上了斑马线，甚至有了交通号志插在上面，这些呢，从道理上来讲，事实上讲，都不是不能返还的，不会构成不能返还的理由，因为柏油可以刨掉，斑马线可以涂掉，那些。即便你有什么那个，他说地下有什么电信设备啦，哦，那个有什么那个电线杆或者那个叫做红绿灯的那些标号字啊，这些都可以迁移啊，所以他事实上没有什么不能返还、恢复原状的问题。法律上呢，所有权虽然登记在苗栗县政府的名下啊，那个就是在土地登记簿誊本上面的登记而已啊，只要把那一段涂销，再重新把名字登记回那个。但现在变成继承人，就是像秀春姐啊，那个还有他儿子的名下，当然是可以，法律上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返还的那个理由存在啊，所以就再次发回到那个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那当然，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的态度依旧是很保守了。他，哦，但是就是说在6月25号有开过的一次庭，那现在还没定下一次庭期。哦，那无论如何，但这部分有最高行政法院发回一直作为护身符，我相信。就是说接下来这个回复土，就是说土地呢再要回来，应该是可以指日可待哦。但这里面有比较有困难的，可能是房屋计其中的一个小角哦。那第二个诉讼，就是刚刚小花讲，他们辛辛苦苦组成了一个这个瓦砾工作坊哦，那整理出来就是要作为另外一个国赔的请求哦。如刚刚小花讲的，那他们是就是说那个以那个趁机那个天时良机这样子去偷袭。所以他在拆迁的过程中其实非常的粗暴，而且也不符合那个这个在征收的做拆迁的办法。其实他要做拆迁呢，如果他不是要趁机偷袭的话，理论上他应该要把上屋子里面呢可以活动的东西都要先整个完整的搬出来，才可以开始用怪手啊各方面把它挖掉。但事实上，我们从刚刚的影片其实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东西全部都没有搬出来，直接就怪手直接先把它砍掉再说。他就怕他说夜长梦多，我想这是刘正宏哦，
这个比较遏制的做法。那其实针对这部分呢，我们其实提起了两个诉讼啊。第一个，我们先提起的是一个毁损啊。那房子他说他当初是在征收的情况之下去拆，表面上可能站得住脚，但是你没有按照征收的那个拆除的那个相关的规定呢，没有先把东西完整的移出来，就直接的这样子怪。那个拆下去呢，就让很多的那些砖块什么，就把本来是好好的、有价值的那些动产全部都给压坏了。这个难道没有构成毁损吗？但是当然，这很比较遗憾的哦。就像如前几天，我在一个那个电视节目里面直接公开的讲，说在苗栗呢，警察根本就是刘正宏的保全，苗栗地检署根本就是刘正宏的维事。所以我们告过去之后，连查都不查，连开庭都不开庭，就直接做不起诉处分。正如比如说那个竹南地震事务所的那个主任的那个在那个落海的那些那个疑云一样，告进去就是不起诉不查，连做不起诉都没有，他用内部牵结。那当然张胜武大哥那个溺也是这样，是溺水，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一样告进去之后就都是石沉大海，都说反正查无实据，而且都也没有下不起诉处分，就是一个内部的牵结。但是他对付那个学生或者居民，那个检察官倒是起诉很爽快，从815啦，815的我们很多的那些汉苗青啦，到苗栗县政府去丢个鸡蛋起诉，院里反攻击的居民啦，还有那些阻挡的那些其他协助的那些学生起诉，那当然陈伟廷丢的那只鞋更非起诉不可。啊，其实那个九一八当天，其实我也在现场，我很清楚，就是完整目睹。当他知道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一开始我到最后知道这个事情，我是差不多5点赶到现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张大哥的大体已经移回到他们就说那个家里面去，在一楼。那我要进到我们到现场，我们要进去的。但那时候像那个徐老师他们都在现场，警察说检察官命说不可以进去。其实那真的是很恶的，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是警察在检察官的下的令，但是我知道那个警察那一句话是完全是鬼扯，没有那个权利，因为那个地方既不是那个尸体浮起来的现场，也不是所谓的犯罪现场。既然检察官已经同意把张大哥的大体他的家里去，那是已经是民长，警察你凭什么可以说不让外面的，就是他那个我们说秀珍姐她同意她的亲朋好友进到里面去。所以本来大家都被警察挡在那边，那我到现场的时候我就问警察这样讲，我就说你就把检察官叫过来，请他问一下他遇到哪一条法律，那我现在要进去，我要冲进去，我说你不让我进去，我就叫所有人全部冲进去，你有本事你来抓我。哦，那但后来就乖乖的，我可以进去。然后后来陆续有几个徐老师他们都可以进去。其实那个真的是很恶质随便的讲法。那后来在里面安抚之后，但在过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看到外面的人开始可能一两个小时，外面有吵杂的声音开始出现的时候，我探头去看，就是刘正宏刚好就是跟那群警察要进来，那我就直接就赶快进去跟那个秀珍姐问他说，他要过来这边，可能说要来那个上香，你要不要让他进来？那秀珍姐明显说不要，好，那我就出去直接讲说家属拒绝，然后就要那时候出去，我在门口的时候，那个徐老师也就是站在我的旁边，那我们就直接对外喊说，那个大家开始一起喊说家属拒绝，因为我们其实已经问过了秀珍姐。那接下来看到还是要一直要蛮横着要冲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要请那个圆环要把那个铁门拉下，可是那时候铁门那电动铁门好像有问题，那至少就用手慢慢的拉，比较慢，就是要拉下来，就是给他进来。然后在他推挤的非常激愤的之下，但陈伟廷那只鞋子弹就丢过去。那但或许是因为那只鞋，才让那个刘正宏觉得众怒难犯，知难而退。但是我要讲这么多，其实就是讲说，就是那些警察，就你看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强行的要帮刘正宏开道，真的那不是他的保全，不是他的保镖，到底是什么？那只要得罪刘正宏的人都要被起诉啊！想要告刘正宏的都不起诉，所以我说检察官不是他的维持是什么？但是指苗栗地检署了。但最近也有士林地检署也有出了一个很有勇气的检察官。那再来就是说这些回那
损害告我们南方没报，其实不见得啦，我们后面会申请交付审判啦，直接由苗栗法院来审判，可能会有机会一点哈，至少我们从其他那些学生护卫的案件可以看得出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国家赔偿，做这样的损害之后，我们要请求国赔啊，这个是在苗栗县政府在执行拆除的过程中这么的粗暴，那我们要求国赔。那这一部分，那个经过小八号带领的这个瓦勒工作坊细心的那个那种，就是说这样整理完之后，但我没有特别的跟，应该没有特别的跟很多人讲，但是刚刚下午的时候有跟那个秀春姐啦，那个朱炳坤大哥他们讲，其实我们在昨天下午，其实我就是一样是选在满两周年的时候，在昨天下午正式我们派我们律师专人送到苗栗县政府，我们要跟他请求国赔，好，那当然他会拒绝之后，我们就会正式的起诉。哦，目前进度大概只有这样子三个那个诉讼。好，我大概讲的时间有稍微多一点，我本来是要讲十分钟，之后其他单位要留给徐老师。那我最后，这就是最后再讲，其实这两天的新闻，我们有看到报纸说刘正宏呢，除了骂了那个徐耀昌之后，甚至新闻报讲说不排除他还想要再下一次还想要再出来选苗栗县长，但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只是恶质，还无耻不要脸。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呼吁大家，如果他真的下次还要再出来选的时候，他在竞选过程中，我们不一定要投票给他，但是一定大家踊跃的投血给他，谢谢。好，我们谢谢张律师哈，阿贵律师。好，那个待会时间对，就是要给我们徐老师。那因为后面那一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在进行，就是秀春姐自己做的豆腐脑，然后待会可以大家可以传下去，就边听，然后就边分享这样子。好，来徐老师。哎，大家晚上好。大家可能知道，我这礼拜三下午到国民党同常会，去给他们做了一个分享啊。我现在呢，我想把各位当成国民党的中常委。看谁呀？我想很多不愿意了，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啊，我知道。所以我想把我当天下午在那个会场跟他们报告的内容我所提供给他们的PowerPoint 呢，我想就让各位再看一遍啊。能开得开吗？有点问题了。那我先阿峰在开这个档案的时候，我想跟各位讲一下啊。那两年七八呢，其实我本来是在凯道，那我们都在那边抗议，也就总统府之前嘛。那后来他们跟我讲说大埔这边可能要强拆，那我只有自己一个人开车赶过来啊，那开车，我从来没有开车开那么快啊，那么快，从总统府外面那我车子好像停在中正纪念堂下面吧，那一路飙车飙到这边来。不过刚刚我们在园区上班的朋友已经跟我们讲，他外围3公里全部封锁，所以。我记得我为了车子要开进去绕了一些路那这边也进不去，那边也进不去都进不去啊，所以我把车子停在比较远的地方，我用跑步了啊，跑步了啊，那跑到现场，很可惜啊，到现场的时候也是进不去啊，也是进不去啊，但是我可以看得到，我刚好看到那个房子被拆的。所以小文也算是非常非常的感慨，
那我想阿峰已经把它开过来了啊，我想跟各位谈谈我们土地征收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我想我第一章跟各位提的，我们一般我们都会只知道有所谓的国际烂民，国际烂民啊，但是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也有国内烂民，有没有？你看到秀春姐啊，还有朱阿嬷。你看他的家这么被拆，他的东西是这样被人家把它丢弃啊。那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国内的烂民啊。所以，那国内的烂民呢，一般在学术界上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被关心的课题。但是台湾呢，我们可能离开联合国、离开国际组织太久了。我们对这个议题呢，非常的不敏感，非常的不敏感啊。其实在联合国、在世界银行或者其他的国际组织其实都非常关切这个议题啊。它的名字呢，往往叫做 DID。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英文上面有个 DID， 明白吗？叫做 Development Induced Displacement 啊，因发展而导致的迫切。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定义是什么？我在最后有一个定义，我们国家呢往往会提出为了促进我们的公共利益，这个词汇就很重要啊。什么叫公共利益啊？为了促进公共利益而提出的一些重大的建设计划，大埔就是一个建设计划，桃园龙城是个建设计划。新竹埔玉计划也都是一个建设计划，有没有？然后呢，强迫许多人必须离开他的土地跟家园那致使他们的生活跟生命都遭致非常严重的一个冲击，好吧？所以我首先要跟各位提有国内的难民，而且这个是在学术界非常关切的。但是我们却把它忽略掉了忽略掉了，这第一点跟各位分享那我这个跟各位分享一张图，也就是我们台湾农村阵线这几年来所整理出来的台湾各地的征收的地图那我们还有一些Word档，把每一个征收区到底在什么地位置它的面积到底是多大 OK。我们另外有这方面的一个资料，其实这方面资料呢其实也没有涵盖台湾目前所有可能的征收区跟这个征收的面积那我大概给各位一个概念我每年征收的件数因为大概是日本的十倍之多了，好不好？十倍之多。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面积呢，大概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到十一分之一，所以我们其实每年征收的件数，你可以说大概是日本至少是100倍，好吧？这么记比较容易那其实意思就是跟各位讲，我们台湾的征收非常的腐烂那为什么那么腐烂？我想大概有三个理由我们就下一章了第一个理由，历史的因素，好吧？历史因素，政府的养成的坏习惯动不动就征收，好吧？那这个是要跟我这个再讲下去其实以往我们有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明白？我们那时候征收了大概14万多甲。后来由农业社会改变成工业社会商业工商为主那你可能会说这个征收应该改变了，其实倒未必。我们很多的工业区、加工出口区、我们的科学工业园区，其实大部分都是透过征收而来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定都市计划区，也都是透过征收而来
那这个就是我第二点要跟各位讲的财政的因素。刚刚很多都提到财政的因素，对吧？那我讲啊，再跟各位分析的啊，再做一个补充。为什么啊？财政因素跟土地征收有关，好吧？这边大概分成三点，分成三点。第一点啊，同样也要跟各位讲，为什么都是跟农地有关？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啊，苗栗大埔，它本来是个特定农业区，很多台湾现在面临的征收，大概都是农业区的土地。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啊，淡海新市镇、桃园航空城、新竹台资园区，有没有？啊，都是农业用地，为什么？啊，第一个理由，啊，农地不课税，好不好？从民国76年，农地不课税，农地的税务啊叫做田赋，啊，它不课税，啊，这背后有一些理由啊，我就不多说。所以从一个财政的一个角度，一个地方政府辖区内的拥有农业土地，对他的财政是没有帮助，可以吗？可以吗？好，所以啊，那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财源是什么？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财源就是土地相关的税务，就是地价税、土地增值税、房屋税，这三个是最大宗，尤其是前面那两个，地价税跟土地增值税，好吧，这是说算是他自有的财源啊，自有财源。所以啊，地方政府就会想办法要把农地变成市地啊，把农地变成市地，刚刚我跟各位报告的那三个税他就可以收得到，各位懂意思吗？懂意思吗？啊，所以啊，农地要变成市地。我们台湾现在那什么叫做市地呢？市地就是公告变成都市计划区的土地，就叫做市地。啊，全台湾现在总共有438个都市计划区，438个都市计划区，好不好？那我要跟各位说，土地征收腐烂，其实背后另外一个意思，表示我们的都市计划也非常腐烂。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口，但是各地方政府为了财政的目的，不断的虚报人口的增量，可以吗？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啊，这是政府的所公告的一个资料。我们的438个都市计划区，我们可以容纳的人口跟实际居住的人口，你知道相差多少吗？啊，可以容纳的人口跟实际居住人口，相差678万，你敢把这个数字记下来？这是官方啊，行政院的资料。意思什么？我们都市计划区都不要再增加，也不要再变更，也不要再扩大，我们就可以再多容纳678万的人口。台湾的人口现在多少？大家都知道，2300万。意思说，我们的都市计划。都市计划区里面的土地可以再多容纳几乎台湾现在1/3的人口，所以我们都市计划也很腐烂，懂吗？这一点要跟各位讲。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很多的空屋率很高，空屋率几乎达到20%。我们都市计划区的土地很多都是闲置，有没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财政目的，把农地变成都市土地。为了那个啊，课取地价税跟土地增值税，啊，这第一点啊，跟各位讲，所以它就不断的变。大埔也是这样，大埔本来是特定农业区，它也把它变成啊新定的都市计划区，所以它就要课取这些税，懂吗？好，对啊，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通过区段征收，区段征收啊，跟一般征收不大一样，区段征收呢。啊，他啊，征收完之后啊，给你多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领钱或者领地，啊，大部分都是会选择啊领地，啊，但是有一阵子啊，房地产萧条，也有一些是选择领钱，那我不多说。
我要跟各位讲，区段征收完的土地呢，大概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啊，就是底价啊，就是啊底价地，底价地就是发还给原来的土地被征收人 ，OK， 它占的啊征收区的40%左右，可以吗？啊，第二大部分就是公共设施用地，要马路啦、学校啦、市场啦、变电所啦、公园啦、游乐场所啊、场地啦，这个大概占30%上下。这都经验值，都可以调整的，所以我会问啊，就70%，那你会问那30%呢？剩下不是还30%吗？剩下的30%就是刘正宏所讲的20亿啊，各位懂意思吗？刘正宏的20亿怎么来？他在县议会议员、张议员咨询他，他都至少20亿，但我现在还不出手，有吗？他那20亿怎么来？20亿就是在30%，30%就区段征收完之后的第三大类的土地，法律的名词叫做可建筑用地，但是一般中介业我们都把它称为配余地，分配剩余的土地，懂意思吧？分配剩余的土地大概占30%上下，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就靠这个在赚钱，尤其是地方政府。那个配地的标售，或者现他，其实他说现在标售，其实早就设定很多都设定抵押了，对吧？啊，他呢拿那个去标售，他说那20亿就是从这个配地而来，啊，各位啊，我们现在政府缺钱，缺钱，他不寻求正规，缺钱你要从税的一个角度来解决，但是他透过什么土地开发炒作。的一个方式来剥夺社会弱势，他们那个土地都是农民，都是社会弱势，大部分都是农民，有没有？各位发现啊？我们本来应该是什么？一个充满社会正义的国家，应该是劫富济贫哈、啊？这个富有的人多缴点税，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如此，我们很多的国家重大建设啊，地方政府的所需要的财源，我们是透过剥夺社会弱势。他们所最后所仅有的一个土地、家园，啊，来啊啊来弥补啊政府财政上的啊一个不足，好不好？这第二大类跟各位讲区段征收，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是区段征收？因为你记得区段征收完的土地，区段征收的总范围大概1/3上下的土地就变成地方政府了，可以了，啊，这是财政。第三个。现在在用的也是一般征收，一般征收更惨，好不好？一般征收就只给你现金的补偿，就让我们走路。现在用在哪个个案？就台南铁路地下化东移的。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说国民党才玩这个征收啊，民进党也一样，那个很惨。一般征收，我给你现金补偿，你就要给我走路，而且我们现金的补偿相对的非常非常低。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铁路要东移？因为为了土地开发，用透过土地开发，因为政府没钱，透过土地开发来挹注公共建设所需要的建设经费，可以吗？这是第三个啊，这是财政的理由，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各位不要忽略掉，还有一个政治因素。政治因素是什么？我们的都市计划土地征收。它都属于下位的计划，好吧？下位计划上面还有更上位的计划，叫都市计划。啊，我们不只是区段征收出问题，土地征收出问题。以台中为例，台中的自办市立重划问题也重重。我想各位一定都听过，其实自办市立重划问题也非常的严重，也非常的严重啊。他们的上面，他就叫都市更新，对吧？市立文林苑都市更新。那都是属于比较下位的计划，它上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上位计划，叫做都市计划。都市计划，现在我不仅土地征收出现严重的问题，我们的都市计划问题也非常的严重。判决中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都市计划，我等一下跟各位分享的啊，我等一下再讲啊。我们都市计划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呢？变成政治经济利益交换的场域。
是政治人物用来拉拢地方庄脚、选举庄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这并不是我讲的啊，这个台大政治系教授叫朱云汉，啊，台大社会系教授叫陈东升，政治大学国发所的教授叫王振华，他以前是在东海大学社会系，他们所做的研究，大家共同的结论。都市计划已经变成是政治利益交换的场域，是拉拢地方庄脚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为什么？成本很低的，我只要在图上画画，对不对？我把你相关的土地做一个土地利用做一个变更，所创造出来的利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庞大。只要你让地方派系事先知道这样的消息，事先进场，那他可以创造很大的利益，透过这种方式来拉拢地方的庄稼，好吧？所以这大概就三个理由。但是很可惜的，很遗憾，他其实剥夺了社会弱势他的一个基本的人权，好不好？啊，那这边呢，其实如果其实有没或者点那个财政因素这边，有没有办法点？我有几个简报啊，这个也是，如果没办法点没关系啊，没办法点那没关系，那就下一张了，下一张。好，那我要跟各位分享啊，我刚刚跟各位讲了哈，土地征收其实是个人权的议题啊，但是我们都把它变成只是一个金钱补偿的问题，各位没有？我们只要认为这个只要有人反对，有人抗争。我们就说他是个钉子户，对吧？我们就说，哎呀，他一定认为我们给他的金钱补偿太低了，他不愿意。这个人好难，好贪心哦，好贪心哦，对吧？为了公共利益，他不会牺牲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的一个私益啊。我们都从这个角度，以往长久以来都从这个角度来下手啊。我们都进一步的啊，再来谴责再来污蔑这些土地被征收的，其实对他们而言是再度的一个伤害，再度的伤害。那其实我们谈土地征收，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绝对不是一个金钱补偿的一个问题，它是个基本人权的一个课题啊。那我们的宪法15条都有一些规定，23条也有一些规定。我们有很多的大法官这个一个解释，尤其很重要的叫409号解释文。我们很多的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最后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大概有这个6个要件，好吧？这6个要件就变得非常的重要。第一个，一定要法律的规定，那就是法律法的这个原则。第二个一定要是增进公共利益，那就关键就来了，什么叫做公共？我看你在场的年轻朋友，我们现在如果台湾的转型正义的关键就在这一句话，我们转型正义一直没有转过来，为什么没有办法转过来？因为我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诠释跟定义权一直都还是掌握在有权利的人的手上啊。我们的区段征收，其实各位知道那个区段征收这个制度是民国几年定的吗？民国75年定。我刚讲他的上位计划都市计划法很重要的修正是民国几年修正的？是民国62年修正。我们什么时候解严？民国76年。那我问了，民国76年解严之后，这些很重要的跟人民权利义务相关的这些制度法规有没有跟着改？我跟各位讲，没有改，没有改，没有改。我们对于公共利益的诠释权仍然是掌握在非常少数人的一个手上，这点要非常要跟各位特别这个提醒所谓的公共利益应该是透过大家公正公平公开，大家的讨论沟通对话甚且辩论最后所形成的一个共识最后所形成的共识，那才叫做我们所谓的公共利益啊。
但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公共利益都是谁在诠释呢？我们都是透过委员会机制在做诠释。各位特别注意，都市计划有都市计划委员会，土地征收有土地征收审议委员会，当然现在改名字叫土地征收审议小组，区域计划有区域计划委员会，都市更新有都市更新审议委员会。各位知道吗？我们都是透过那个委员会机制，委员会机制啊。那委员会机制呢，我们都说他们是专家，他们是学者，他们拥有博士的学位啊。但是他们真的懂得了那么多吗？以都市计划委员会，台南市都委会委员只有21位，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几乎是三分之一啊，超过三分之一啊，8位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那你看市长就能够掌握至少80。第二个学者专家大概啊，以台南市为例，大概有70-80，其他的大概就是中介业、地方热心公益人士，但是大概就是建筑工会啊这个中介业工会，好吧？那所以这个委员会机制其实都是还是掌握在市长的一个手中，是不是？那你看呢？以台南铁路地下化动议为例，我们之前我们到那边只能去陈情，而且陈情给你几分钟，给你发言只有3分钟，180。你讲完180秒，3分钟你就要离开，跟我们想到这个很荒谬的嘛。你家住在那边，已经住了大概60几年，结果你的房子要被拆，你的土地要被征收，你只能到委员会里面去陈情。各位记得，现在是21世纪哦，你只能去陈情，陈情，陈情的感觉是什么？下对上，懂不懂？你只能澄清，而且只给你几分钟，只给你3分钟，讲完之后你就要出去，你自己的命运、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家园，你自己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要如何来死，能不能继续再游泳。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状况。年轻朋友特别注意啊，我们现在台湾就是如此。苗栗县的都委会人员更少，只有15位，只有15位，啊，学者专家人数更少。一到中央呢，一到中央也是一个委员会，中央内政部的都委会人数总共27位，政府官员几位？你把它除以二减0.5，一般的习惯原则都是这样，你除以二减0.5就是政府官员的人数，多少？13位。他会对外讲什么？我不是多数。但他实际上他就是多数，可以懂我意思吧？他再拉一位进来，他能不能拉得到一位？铁定拉得到一位，因为他的分类大概又是这样：学者专家，学者专家又不会每次都去，尤其学者专家很多啊，碰到关键的议题、敏感议题，他们都会回避。再加上地方热心公益人士，大部分也是都是他所聘请的，所以这个委员会机制。到了21世纪，我很盼请在场的年轻朋友，我们要不要继续让这个委员会机制继续这样运作下去，让我们所谓的这么重要的所谓的公共利益，宪法23条里面的公共利益，我们很多的条文法律的条文里面都有公共利益，比如土地征收条例第1条增进公共利益，都市更新条例第1条增进公共利益，有没有？它都有公共利益，尤其公共政策的制定最关键的就是你如何去决定什么叫做公共利益。但是我们现在依旧到21世纪，依旧仍然是那么少数的20几个人，以苗栗县为例10几个人就来决定苗栗大埔的都市计划是不是一个新定都市计划区，因为也就是在都市计划委员会里面决定它的开发方式，用什么方式，用区段征收，也就是在都委会里面做决定，15个人就决定人家的一个目标。啊，各位觉得到了21世纪，我们要不要改变？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审议式的民主，各位听过审议式的民主，其实就是我们要改变，要改变。其实我们这一套大概是在美国1950、1960年代被遵行，
当然后来发现这一套是不对，很多的专家都变成所谓的专门在害人家，专门在害人家。专家没有那么冷，专家不可能懂那么多的，专家哪有可能到苗栗大埔来跟他们啊？来询问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意见，不可能。所以我们都用啊这一套的专家的意识形态跟迷思啊来诠释我们所谓的公共义务，那这一部分应该要改。我们希望未来公共利益的诠释应该透过一个民主审议的方式。那民主审议的一个方式，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所谓的听证会来决定？好吧，这第二点很关键。第三点，土地征收很重要，就必要性。你苗栗其实已经有600多公顷的土地，工业区土地闲置，很抱歉的，你为什么还要再征收呢？可以吗？必要性，以台南铁路地下化为例，民国84年那个案子已经定，84年，85年通过环评，那为什么变到了96年才变？那很抱歉，如果之前已经有案子，已经有方案，很抱歉啊，这个就没有征收的必要性。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比例性啊，那行政程序法第7条一定要有损害最小而为之。如果能够征收的面积，如果真的要征收，征收的面积一定要最小、最小、最小啊，那一定要对人民的权益侵害是最小啊。第五个一定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手段，要用先去买，或者先用重化的方式，或用一地一地的方式，好吧？意思要跟各位讲，征收一定是最后手段，征收如同尚方宝剑，征收如同倚天屠龙倚天剑屠龙宝刀，它不随便出鞘，不随便出鞘，但是我们现在是把它拿来当菜刀在用。天天在那边看，好吧？啊，如果你符合了5个要件，最后才会绕入最后第一个叫做最后一个叫做完全的补偿，跟安置，这6个要件都必须符合，缺一不可，好吧？都要跟各位讲啊。所以下一章要跟各位讲，其实土地征收我们现在应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你不觉得它就是一个实情吗？明白？那我们看到，苗栗大埔刚刚一刚开始看到的影片，它是一个被台湾社会严重忽略的事情。他们的权益竟然比一个死刑犯还不足，一个死刑犯还有3级3审，偶尔还有非常少数，还有律师帮他们辩护。各位你知道吗？土地征收，往往很缺乏让他们提出行政救济的一个管道。以都市计划为例，他们现在都走都市计划通盘检讨。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不算是一个行政处分，它是一个法规的，所以你连诉愿去法院打官司的机会都没有都没有。各位要特别跟各位提这一点所以我们土地被征收户的权益往往比真正的实行犯都还不足所以很多的一个个案，为什么那土地被征收户一直都绕不出来，一直都绕不出来。我要等一下我要跟各位分享张胜文大哥在世的时候不断问我一个问题，那各位可能也知道所谓的平庸的邪恶这一本书，还有一个电影汉娜二兰那我们其实台湾现在所实施的土地征收，就如同平庸的邪恶里面所讲的，我们现在是不断的进行一个大屠杀。所以最后的结论，我想跟各位讲一讲张胜文大哥在世不断问我的问题。那刚刚詹律师也特别提到2年前的9·18当天晚上，那我也帮各位做个补充当刘正宏来的时候，我们都站在大门口，
那我们都举起双手啊，我们也还是很礼貌，我们说家属拒绝啊，县长请回啊，我们还用请回这两个字，但他还是不断的进来，那警察竹南分局啊，这个非常应该要谴责啊，竹南分局的警员在前面帮他开道，帮他开道，你知道哈？那竹寮分局的警员啊，在开道的时候，他讲什么话，可能很少人知道。他们都用拐子。我本来站在正中间，我体重也大概90公斤左右，要把我推开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都被推到一边去。他的警员一般打拐子，然后他一边做这个动作，一边说什么？要理性，要理性，要理性。各位懂吗？啊，今天晚上特别跟因为阿贵律师特别提这一段，我们的警员是真的要理性。我跟他说，到底谁不理性啊？懂吗？这是民宅，民宅人家不让你进来，你怎么警察开道，硬是要让？县长进来，而且所说的是要理性。那时候违婷就站在比较右边边，违婷又被推到另外一边去了，在我的左手边，我也被推到一边去了。要是铁门没有拉下来，他就进去了。那再跟各位谈一个秘辛了，秘辛啊，这可能以前的都没讲。其实刚刚小花也讲到的，其实我们都有点不大敢去回忆这段历史啊。那其实我要跟各位讲，那个时候还没有去招魂的，各位懂意思吗？还没有招魂呢。后来怎么上香呢？没有招魂就没有牌位，懂意思吗？各位懂意思吗？刘志宏来的时候，因为检察官一直在问口供，我下午2点多到的时候，我根本进不去，我以为检察官在里面，在做什么检查，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那刘正宏来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不知道还记得吗？他来的时候，根本那个他的小孩袁豪根本还没有去招魂。还在竹南派出所做笔录了，检察官在那，我们就斜对面。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排位，根本还没有香，也没有什么什么，你到底要如何来上，他说要上香，对不对？你要怎么上香呢？这个实在是欺啊，这个哈，这个压迫人民，压迫到这种境界，要不怎么写？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大家不知道。那刚刚是两位讲的，我就把2年前9.18晚上的一个事情。其实葬仪社那天晚上非常非常的着急，因为天色已经暗了。为什么？按照民间的习俗，只要天黑，魂魄就会离开。一直在催，一直在催，赶快赶快要去招魂。但是袁豪没回来，袁豪还在这个警察分局，检察官一直在那边问他问题。各位懂意思吗？要招魂，我们根本没有牌位啊，魂根本都还没回来，你怎么来上香呢？这是很抱歉跟各位，这可能也是我第一次跟各位，假如我们都不太愿意去想到过去的这些事情，我把这个事情跟各位讲。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家属拒绝你进来，不是很正当吗？对不对？你进来根本没有牌位可以上香嘛。好吧，那我再跟各位讲啊，这个最后，张大哥一直问我的一个问题，每次啊，这我们就直接到最后，这个都照片吧，都照片。好，那其实啊，很谢谢小巴了啊，阿峰啊，尤其是小巴，站到的时间其实是啊，一直陪伴在啊秀春姐的身旁，真的非常。其实那段时间，有一阵子我也不大敢去了，因为要去啊，要因为拆的当天我在现场，但是我不能进去。那后来要去捡那些东西，其实我不大敢去啊，所以啊，其实我想我们内心都有一些啊，可能我们也要彼此啊进行一些啊一些疗伤，疗伤。不过我们这种伤跟人家比起来，有什么那根本没办法比的。就张大哥在世，他每次碰到我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几年来已经变成很好了。他每次都会问我，哎，老师啊，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政府要这么对我，他就绕不出来，懂意思吧？他就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你知道吧？做老实的姐老，台语也好，太老实了，而且又很木讷的一个人，他每天的就是早上起床啊，就是在家里面打扫，然后因为他上班在新竹县的卫生局。啊，然后呢，下班就回家，非常生活非常有规律啊。他一直想不出来，他到底犯什么罪，政府要这么对他啊？他后来问我，那政府凭什么来决定我们的生死？凭什么决定我们的生死啊？那我就是在这礼拜三啊，我就跟啊把这个问题也问啊朱立伦朱主席啊，还有国民党的高官。你们能不能回答出这个问题？其实他根本没有犯罪，是谁犯罪？是政府犯罪，好，要跟各位讲啊。所以我在下一章啊，如果我们知道错了，如果政府知道错了，啊，这面墙还要让他维持多久？这面墙总共几个人？我们谢谢钟荣老师啊，帮谢谢钟荣老师画了这面墙。这面墙总共有几个人？你算一下，四个人还是五个人？啊，从上面是马英九，我就是透过这张画，我当场就骂他们啊，我就当场从马英九啊骂到刘正宏，骂到江宜桦，啊，还有骂到一个吴敦义被惨一样，对不对？他明明啊在我们的协商。他明明就说啊，有无原地保留，因为我跟詹律师，我们陪他们进行政院第一招待室进行协商。当天除了马英九之外，他们都是在里面开会，大家都毫无异议，啊，形成共识，有无原地保留，农地集中化设，而且还有正式公文，我想大家都知道，8月23号正式行。但是政治行为也没有用，这个政府现在也没有用啊，他还是把它摧毁啊。那我们问，这面墙要维持多久？好吧，我们大家就来看，然后最后一张，最后一张，也就是啊，天主教教宗啊，最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的棒啊。他就是访问中南美洲，他都赋予。并确保穷人劳动、居住跟土地，这是一个他们的神圣的权利，好吧？那我想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啊，那谢谢各位中场人，啊，谢谢。好，感谢徐老师啊，当我们土地征收这个工具。变成是一个啊，我们的一个政客，然后为了去笼络啊
政策性的买票炒作土地去笼络派系，然后变成是为了解决财政，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一个财政的一个税收来源，然后甚至以大埔事件来讲，甚至是报复的工具，我觉得这已经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所谓的报复，就是说等于说某个程度，这个东西以大埔事务来讲，其实基本上都可以不拆的。那为什么要拆？很多那时候地方上也都在传言，他就是要报复，他就要尬洗，然后要方便之后的一个征收，对，对，更没有人敢抵抗。我想这个工具就是说在台湾已经沦落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这就是说没有再进行就改革修法是绝对是不行的。对，那我们今天时间非常宝贵，我现场开放现场各位来提问这样子。哦，我先一次收集三个，好不好？来，针对就是整个大埔事件有没有什么还想提问的，或者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事情的一些想法或是问题？对，有吗？哎，这边有人举手，后面。另外，他现在任内的这些财务黑洞为什么被特别拿出来检讨？我相信徐耀昌为什么要跟他切割，要去炮打前朝？我相信跟大埔事件当初的舆论效应都是有关系的。那我是这个第二个的部分说，我是觉得说很多时候，也许我们不是从一个就是完全成败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而是你去做了，然后你让舆论注意到你们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就已经在对社会产生作用，只是你不知道这个作用到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但它就是会有作用。那我想说，杨老师对这个观点怎么看？就对于起诉刘振宏。对，然后为什么有什么障碍这样？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想提问的是说，我们对于刘振宏球场的可能性，因为现在就是修春姐，就是有诉求国家赔偿嘛。那这个国家赔偿其实真的不应该是由全民买单，我们觉得应该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应该是要向刘振宏球场。那我不晓得这个法律层面上面它的可能性怎么样。像刘振宏修缮，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就先请阿辉律师回应一下。其实告刘振宏，但我们想就是单纯从那个征收的这一部分，也是他县长任内所做的，像这部分就是说在行政法院的处理。那刚刚提过中高刑比较保守，但是我们从最高刑其实判决是对我们有利。那我想说你刚问的问题应该主要是针对刑案的部分。那其实这部分其实也是如我刚刚讲的，因为苗栗地检署几乎就是刘振宏的维事。那但我们有听过有一些传言，但是我无法证实啊，就说其实他也有他的亲戚在苗栗地检署那个
任职啊，但是最近前一阵子有调到那个已经高升到台中的那个检察地检署去，还是高检署去了，啊，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但是至少从客观的一些资讯可以看得出来，除了我刚举的那些例子里，啊，之外，那像我们也曾经去，就是在那个818最后当天那个走了两天一夜之后的那个819的下午，我们也去特侦组去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苗栗地检署告没有用，所以在去特侦组告他说那个借私借端那个勒索财物，然后第二个罪是那个图利，就是华龙纺织故意掌弄啊那个案子，哦，那因为所以他太太名义去买房子就可以打折，那第三个是财产来源不明罪，我们去告了这三个案子，特侦组把他移送到苗栗地检之后一样不了了之。一个公文怎么样结案完全都没有。那在大埔事件那个产权事件刚爆发不久的时候，那时候除了从就是说经过大包容在那个网络上把它剖开之后，消息开始传流到主流媒体的时候，三立的大话新闻正好也几乎是天天的在练他啊，可是那时候练他的那些与会的来宾也都曾经被刘宗宏提起告诉，那检察官也都一律的起诉，就其中何伯骂了他是狗官，那苗栗地检署给他起诉，那这个是因为就是说，所以我们认为说，因为苗栗地检署根本就是刘正宏的威势，所以我们怎么告都不会成立，不是他没有构成犯罪，其实而是苗栗地检署可能连查都没有查，就是不会告他，但是只要别人骂到刘正宏，告到就是说武力上他的意思就很容易被起诉。但是当然幸运的就是说，至少在法院还是法官呢，还是会有一定的那个公正性，哦，比如说何伯文骂刘正宏狗官的事情，那检察官起诉之后呢，到了法院苗栗地方法院就判他无罪，所以刘正宏就是我们法院认定的狗官。第二个，在那个陈伟霆丢血的那个案子，其实就是我们6月25号大埔那个第二次发回那个居然征收开庭的那当天，同时间那一天那个台中高等刑那个台中台湾高等法院的那个台中分院就是刑案的那个案子呢，就是那个刘正宏他们上诉之后呢，啊那一天宣判，那815那些那个去苗栗县政府丢鸡蛋的那些，后来还是都驳回苗栗县的那个，就刘正宏他们的上诉，因为就原来在苗栗地院就判无罪。那陈伟霆那个案丢血的部分呢，本来在那边判要罚1万块钱的那个罚金，哦，啊，到了那个高分院的时候呢，他就是还虽然是判有罪，但是就判那个免刑，就是不用罚。那里面也用了一句话，他认为是刘正宏是咎由自取。所以我就刚刚讲的，他如果真的还出来，还要再选下一次的县长，那我们一定要踊跃的投鞋子给他哈。那有关球场的问题，其实因为我们的那个国家赔偿的制度啊，他就是说一定要是针对，就直接针对政府机关，对我们来讲这样的起诉比较方便。那但是如果政府真的负了赔偿责任之后呢，把那个国家赔偿法里面有一条机制，它其实是可以对执行这个公权力产生疏失的人，回过头去跟他求偿，哦，有这样的制度。但是我们不是我，但是他为了保障公务人执行职务呢，我们很难直接去告那个第一线去告那个公务员，因为要先让国家公务员的国家赔偿责任先成立之后，看法院怎么认定，之后再由国家要不要，哦，那行政机关要不要去跟那公务员求偿。但是这会有一个制度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啊，大家都是公务人员。今天你政府赔那个国家赔的把钱赔出去的一样，就像如你所讲的，赔的是我们全体纳税人的钱，大家他们不会痛痒。但是如果今天这个主官说啊，因为你执法不当，我现在告你求偿，那他可能就犯了公务员的天条啊，啊，不会写，不是不让人急啊，你现在对我求偿，那以后他也不知道他哪天他会不会做错事啊，那都是人家可能就赶紧对他求偿。啊，就是基于这样子所谓的人机几机，人力几力，但其实讲白点就是护短的精神，当然他就不会去，几乎都不会去提告。那这是我大概从法律执法过程中，我们跟大家分享是这样。所以大家记得，如果刘正宏敢要写，我们一定要踊跃投鞋子给他。那1万块钱，我们可以集体来募款。
好，谢谢阿贵律师。好，现场还有没有？还没有问题？没有。哎，海轩，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就是刚有说，就是苗栗的地检署好像都不太受理说我们的一些案件，那有没有可能到其他，就是是真的是因为地区性的关系，没有办法到其他地区进行，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动作是什么，就是去看告，或者是有没有办法有其他途径？我们只能经过地检署的方法，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去对他提出告诉？还有没有问题？来，好，大家把握时间哦，因为我预计在十分钟之后，我觉得我们要结束。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都市计划跟区段等等都是法律的问题，那因为选举快到了，我不知道说就是老师这边有没有说，利用这个选举来要求，就是我们的参选人或者是这些立委啊，或者是蔡英文参选人，他愿不愿意说在这个土地就是修法方面对人民做一点承诺？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个机会，因为就是因为如果不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刘振勇你说天赐良机啊，因为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很多人对张耀法的事件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他们生活的一个资料，他们会觉得说哎有这个新闻，但是他不会去会去彻底去关心，因为没有发生在他的生活周遭的。那你们想说要让所有人去了解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就是你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是可以跟选举做一个搭配了。因为我讲实在话，因为我认为说像我这样的人跳出来其实还是少数，那我们要让大家更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生活的严重性，那就必须有一种比较算是战略上的一个思维。谢谢。后面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主席，就是关于刚才国赔的部分，就是当这个国赔确定之后，后面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对那个违法的公务员求偿，是这样子，就有这样的机制，然后但是通常后面这个部分就不会去执行。那不知道我们的法律有没有一个机制是可以让这个部分是强制执行的，就是我们可以。请那个公务员自己为自己的事情，就是强制其他负责的这个机制。我想要问这个问题，就这样子写。等一下呢，第二个问题大概可以让徐老师做一些补充。那我，很快回答一下。第一个有关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告？那这个其实是，就是说，因为法律上规定，为什么在每一个地方都会设立地方法院、设立那个检察署？因为他就是希望说，在告的时候呢，分地域，他有一些规定说，比如说你这个犯罪行为是在某一个，比如在我们假设说这就是发生在苗栗县，那他就是在苗栗县告，那办的时候，比如检察官要去做调查证据啦，然后告的人啊，被告的人可能都会比较方便，因为这是法律规定，就是做从地域上去分配。那其实也跟我们为什么投票，我们就要就近投我们县内的那个县长，我们不要去我喜欢到台中去投，比如说要去投林佳，然后投胡志强，好到这里来。那我在苗栗县，我为什么不能来这里投票？其实他就是有这个区域管辖的这个概念，他只是为了方便，他本来是一个制度上是中性的。那只是说现在刚好，或许刘正宏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霸王，或者他的公关做得很好，所以就是可以笼络到那个地检署，连检察长一下可能都跟他关系好，所以都不会起诉他。那这个检察官独立性的问题，如何不要变成
政治利用的工具。我想你们 这几天刚好也可以看那个有一个士林地检署的那个蔡琴检察官，他跳出来告法务部，他就是希望透过呢那样子的那个诉讼呢，可以跳脱，这样检察官可以更加独立办案，不要老是作为政治的工具。好，那还有一个做法可以打算那个苗栗县地检署这样的方式，就是说啊，如果有机会改朝换代呢，其实就是要把苗栗地检署现在这一批人呢，全部都把它打散，哦，分开，然后重新调一些人进来，或许他就可以改变这样子的那个结构，不然现在这个可能盘根错节的太厉害。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征收这个修法的部分了，我只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那个大埔事件之后，应该是2011年的那次的土地征收条例的那个修法。啊，在修法过程中，我们提出了版本，然后在游说的过程中，那这里面当然就是那个我太太，但也是农村政协的成员，那个子林啊，哈，他在后面，就是在游说那个提案签署的过程中，当然国民党通常都不太会签，但是当下的氛围好像也有一两个有几个国民党的是签那个提案。那民进党的那个在签提案的时候，也有民进党其他的委员，尤其像南部的委员呢，他们在要不要签的时候呢，哦，也曾经有一些犹豫。那旁边同样是民进党中部的委员，就跟他讲说，啊，别惊啦，这袂过，这签你两边了。啊，那不签的一开始犹豫说，啊，接下来中南部很多中南部几乎都是我们民进党的县市首长执政啊，那这样子我把这个修法修改到最后征收非常的困难啊，会不会妨害我们执政县市的办理征收啊？他们也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一部分真的是要靠公民的力量，绝对不能依靠蓝跟绿。啊，这个就回应到第三点，哦，就是说我们要靠真的，当然我们在选举过程中可以找总统候选人请他签署承诺书啦，也可以请各个立法委签署承诺书，但是那一些都未必有用，哦，因为承诺书签了，就是刚刚徐老师所讲的啊，如果我们进了行政院，白纸黑字共同都发出来，都这样承诺了，都还可以被背叛，选前签的承诺书一定会有用吗？其实大部分几乎大会有一部分有用，没有错，但是还是有相当比例会没有用，尤其这种涉及到土地征收的部分。蓝绿其实都很喜欢，其实这样，当我们后来在去年农村，就是我们农政再度提出说要废除那个区段征收的时候呢，连民进党也不太敢了，因为他们预期很快可能拜马英九之势，他们很快可以再重新取得中央执政权，他们也不太想要废除区段征收啊，因为这个接下来可能是他们常常需要用的，一样要来改善财政啊，或者要来喂养换他们的那个。属于他们的派系啊，也都有可能。那所以讲到这个呢，就回过头来，我们要靠什么？其实真的是第一个就是靠我们的公民力量。那再来，但就看看有没有真的是第三势力可以产生。那对不起，我前几天才写一篇文章，我说台湾现在没有第三势力，现在只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等等一直点下去。那到时候这些呢，可能都会因为无法整合自相残杀而全部都消灭，啊，这是非常遗憾的。那当然附带提到一个，我刚刚这附带点到了，我们其实如果要真的有真的所谓的第三势力啊，要做自诩为进步的力量，其实我们应该就是说，就是一定要第一个就是要，但刚讲除了那个整合的问题之外，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用相同的标准，我们要要求别人也要用相同的标准，要要求自己啊，不然其实我想很快就会跟沦为一般人一样。那我举一个例子啊，那个就是刚刚我们第一个这个前面主持人提到那个有关管辖权的问题，其实有一个案子是一个某个进步力量的那个候选人，他打一个官司，那环保署做的环评，那他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告，那这样子势必就是错管辖错误，那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说啊你这个告错地方，所以他就把他裁定移转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其实这个完全没有什么问题，我职业律师二十几年，我也有时候曾经 一不小心就做错这样一件事情啊，这个对权力没有影响，其实律师遇到这种其实就是要摸着鼻子说啊，当初怎么不小心没有发现这个告应该到高那个台北高等法院，应该是这样就算了，可是我们这位进步的力量的候选人却在脸书讲出，却在骂说啊，这个法官真的是就说非常的不知名谋啊，这个明明
这个开发案是在台中啊，你我在台中告你把医生到台北去，那台北天龙国的法官知道我台中污染的情形吗？啊，那个就是哦，这不知道是台中污染情形吗？而且他们会关心台中污染状况，而且但以后开庭，台中的居民要进去参加开庭啊，会非常困难，是这样骂。其实对我来看，那个其实非常不应该。啊，因为法律规定的那么清楚啊，是你自己告错地方，那个环保署在台北，环保署做的环评就只能去那边告。啊，摸着鼻子点点的话，啊，结果还看他鬼脚堆，啊，看了就会让人家点点点。好，哦，啊，我真的希望台湾真的有进步的第三势力出现，但是不是还没看到就先问题一大堆，哦，让人家票投不下去。好，谢谢。稍微看了一下，就是现场的确有好多我们所谓的第三势力的朋友，那好几个党都有看到，那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那就觉得也许接下来这一次选战，我们的确是需要这个所有社运界跟不管是第三势力的朋友一起好好的合作。那刚刚徐老师也有提到，他举比如说像台南这个高铁，台南台铁东移的这个案子，那其实我们看到蓝绿两党做事的方式其实都非常的接近，那所以接下来真的就是除了我们也许就是在比如说法律诉讼的部分，那我想接下来的这半年也有非常关键的时间，就是这个大选即将到来，那其实我们真的是民间的力量、公民的力量，也许真的是必须要好好的集结在一起，然后让传统的这种蓝绿的这种政治人物看到我们新的社会，然后公民的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去翻转刚刚徐老师跟我们解释的这么不管是财政的问题还是政治庄脚的问题，这么盘根错节、这么复杂的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靠别人，就是只有靠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真的是必须要团结起来，才能够继续走下去，然后翻转这个局面。哎，我想要讲的是我们目前的制度啊。当然，刘正宏真的是坏人，是恶棍。但其实我目前的制度也很有问题啦。我们的区段征收故意把它定义成是政府跟民间的土地合作开发事业。为什么要这么定义？因为要故意这么定义，然后来回避把土地征收所必须具备的，我刚刚跟各位分享的那六个要件。另外啊，我们的都市计划往往故意把它定义成啊，这是一个专家才能够行使啊那权力的一个场域，那其实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其实都市计划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未来啊，我们除了谴责啊刘正宏，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谴责他，在骂他。其实我们的制度必须要赶快的一个修改。啊，制度啊，我刚刚讲了，我刚刚跟各位分享，区段征收是民国75年定的，有没有？现在全球就只有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有区段征收制度，我不骗你，这是19世纪的制度，19世纪是应用在法国，应用在德国，但是后来他们在20世纪初期，全部都把它废除掉了。我们到21世纪，我们仍然在用19世纪。的一个区段征收制度，这句话绝对不骗你，绝对不骗你。啊，我们的都市计划那种理念是在美国，是在1950、1960的一个理念。但是啊，人家都市计划后来在1960之后做了很大很大的变革，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变革。为什么不变革？很大的理由是政治的因素，我们都一直活在一个威权的时代。其实讲威权还客气了，其实你可以说是个独裁的时代。你想想，家要被征收，只允许你在现有的制度，只允许你讲3分钟。你能够想象，对不对？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对啊，但是现在的制度就是这样。专家有办法把你的土地、把你的人权全部把你剥夺。其实背后的关键在政治啊，在这些行政官僚。所以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我觉得是一个政治的一个问题。我们都故意把它界定成变成一个技术的问题，
工具的问题，有没有？透过技术，透过效率的提升，就能够解决那个根本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其实没有办法，我们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我个人的浅见，是个政治结构的问题。我们要好好的来改变政治结构的问题。那政治的结构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千万不要再把它误导，变成一个技术工具的问题。政治问题，政治手段解决，好不好？我再重复一遍，政治问题，政治手段解决，这就是要通过公民社会的力量，政治解决，啊，不要再仰赖那些啊很啊这个很多学者专家会帮你啊做一个非常 fancy， 让你看不清完全看不懂他在做什么的一些数字的一个模型啊怎么样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主观价值的觉知，未来的方向是我们自己所选择，未来的方向不是透过预测，也不是透过数字模型帮我们预测。未来的方向是我自己选择走出来的，我想这个我想啊，要跟各位分享啊这些啊概念，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OK， 谢谢。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好的啊，徐世龙老师，然后郑淑桂律师，还有小巴，然后啊来到现场，然后跟我们啊做这些分享啊。最后我简单的再做一下总结，其实就我们从七一八事件这个事件，我们看到了其实是我们土地征收条例的制度面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就我们地方政治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包括我们影片里面看到的议会里面的质询，他提到的就是说啊副议长的那一笔是什么？是华龙的笔。整个地方政治的这样一个腐败的一个勾结，然后再炒作，透过土地这种所谓地产经济，然后在那边炒作，然后透过政治性的一个分赃，然后土地炒作的一个利益，然后去增加啊地方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来源，然后这些增加来财政的来源，它、啊、又是一种乱花钱的一种那一种啊烟火式的这样乱花，然后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我要提醒各位，就是当一个地方、一个社会进入一种地产经济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经济模式。它是一个虚的一种经济模式，它会把整个经济动能往这种投机性的一个投资的方向引导去。你的整个经济的一个真正的产业的一个升级，真正的一个能量会整个被拖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诚如刚才三位所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必须透过很多很多的一个啊各个面向的公民的力量一个介入，比如说你要改变地方的一个政治结构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要求啊就整个一个地方政治的一个透明化，最起码的一个议会的一个市政的一个监督这部分的一个透明化，这是一个第一步的。那我们要去要求公民的一个参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甚至我们啊有机会对啊。应该要准备培养我们公民的一个成员，可以进去到体制内进行改革。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啊，可以努力的一个面向。那当然，我们在于制度面，我们一定要提出啊，针对土地征收条例，尤其是区段征收啊这个改革废除这样的一个继续的一个推动。好，那今天我们就啊活动进行到这里啊，最后我再啊。广告一下一个活动，就是明天下午在后里洪慈庸的那个啊竞选办公室那边有另外一场跟我们的土地啊台中这一边的一个湿地转化相关的一个座谈，然后是由啊一群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啊就台中城市发展田调团，然后他们要啊分享对啊这几年他们对台中的整个城市发展的一些啊观察，然后跟田野，然后也针对我们台中的区域计划做一些讨论，然后有时间的话啊后面会找那一位黄衣服的啊哎那一位先生，对哎他会有详细的资讯。好，谢谢各位。不好意思，大家再注意我这里一下，就是喂，就是我刚不好意思，
是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哲学星期五是由一群志工组成的，所以其实不管是我们给讲者的交通费或者是场地费，都是靠我们自己用募款的方式这样子出来的。那各位朋友，如果离开前觉得自己今天的钱包比较重，不想带那么多零钱回去，就是可以放一些零钱到我们的艺术箱里面。好，那大家离开的时候，如果对于大埔事件有想要更多了解的话，他们后面是汉苗青他们自己做的，是整个大埔七一八事件的时间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一份回去，谢谢大家。